你在霸凌我啊！巨星公司谈项目吗？你不知道吗？听说这次规划项目的人之后就可以成为我们 team 的领导。是哦。对啊。我感觉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忙吧。不过不知道老板会不会给我们奖金，就是。哦，奖金那是一定要的啊。加油吧。谢谢。感谢贵公司给我一个合作的机会。陈总客气了，我们直接进会议室讲谈吧。顾问，准备好了吗 ？OK 了吧？我拿一下随身碟。到底就可以了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这么重要的掌声你也可以给我通包子。老板对不起，我马上回公司拿。恭喜陈总，我们经理认为贵公司所提的项目正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尤其子木看起来非常的牢靠。谢谢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将这个项目做到最好，不负贵公司的期望。你到底会不会做啊？拖了这么久，做出来的东西比餐厅的伙食还要烂。刘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回去马上重做。什么刘哥？叫我经理。我经理，项目已经做完了，你看一下吧。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